开心的嘞。你再滚一次，我马上给我加两千给你。老师好不好？那个你再滚，我的手机都给你了，好不好？麦克风也给你，对不对？用那个他们的角度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愿意做一些动作牺牲的话，肯定。舞蹈是很健康的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啊？待会看谁穿的那件衣服，那也要一样这样表演，再教我们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谢谢丹妮，谢谢。哎呦，第二件还没有认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开了耶，危险了。我现在到底最期待第二件了，粉红色那件后面的，我看你先叫车了。后面三套都居家服了吗？啊，居家服，对耶，对。我们要欢迎。四号组长，欢迎四号。啊，认识你，好久不见 ，Mandy。哇！Hello， 哎呀呀呀呀，好久不见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要说了，那个粉红色就是你的啦，粉红色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就是你的。你拜，哎，你今天这件身上的衣服好好看哦，真的，好好看。我今天呢特别来要带我的个人创立的一个品牌，哇，创品牌，对，这是二奶糕，叫做二奶糕，这是一个人气的产品，对，二奶糕。其实今天每一位女艺人我也带来了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好久不见，身上这件好看，谢谢，非常好看，谢。这个是师姐吧？这一件是好看的，但这一件真的是为我，这是紧张的好多钱。这实际是哦，我知道，吃饭局的时候穿这个，有一点点。饭局的时候穿这个，饭局不行，饭局吃喜酒可以穿这个啦。可是坦白讲，因为他打包在菜的时候，那旁边口袋可以装很多东西。很像台湾那个师姐的那个大爱师姐，真的，对，那个颜色藏青色，很漂亮。把这两个拆掉更像。Oh my god！ 真的，这个是你战袍。做什么的战袍？哦，其实这个是我最近就是谈这个品牌在内地的一个销售通路的时候，去见面的时候穿的裙子。哦，对，就是谈这个爱来高，就是在内地销售的抢先网，去跟抢先网去谈。是穿这一套谈成功的吗？对啊，然后因为什么在那个抢先网上面，其实它有很多品牌，比如说抢先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国内现在最大的一个销售护肤品的网站，然后它里面有对，就是网路，网路 ，Internet， 就是什么？就是买 skincare 的网路啦，对网路，然后呢，里面有很多出名的品牌，比如说 Chanel 啊、Gucci 啊、Prada 的护肤品也有在那边卖。那但是它网站的首页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广告，你代言网站就对了。没有，就是代言这个产品，但是我要跟他谈，要去在那边卖这样。但是呢，你要放到那个首页上面的广告，你是要给钱的。所有品牌，那我。谈生意算战俘也算哦，算，还有跟他赚到钱都算。赚多少钱？现在哦，哇！如果这样讲，我不要讲实际数字，超过300万台币。哦，八天300万。哎，剩下3件衣服，我觉得都不是你的痛调哎。绿色，不是绿色，一号，绿色，不是一号，我也觉得一号，粉红色这一号一定是他的，因为一号的这个开口，你们后面又加一点点那种那个什么尾巴，那个燕尾的感觉，对，比较像妈妈嗓。Oh my god！ 好恐怖，是这件吗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绿色，该不会是？相信我，肯定是，肯定是二号，不是拳王哎，不是，也不是二号，不是二号，你看，所以就是那绿色件呐，对不对？好不像你的衣服哦，像啦，这里这边这里。很像二奶这样，对，摸到起毛球。我告诉你，这一件你不要看那么休闲哦，全身都没有起毛球，就这里有，就胸部起毛球哦。因为这一件是很久的一件衣服了。No， 你们听清楚，全身都没有起毛球，就起在这两块。Oh my god， 是什么原因？你怎么变会起啊 ？Oh my god。因为他就是露胸啊，他其实这一件衣服其实不能戴胸罩，也不能戴那个什么 New bra， 绿色的那个明显材质很薄哦。那我这样子我就简单一点，因为它真的很薄，又不能穿内衣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就是主人。如果说三位女星给你挑穿你的衣服，你会挑谁来穿？我觉得应该是唐琳。唐琳，请带走。就这样子啊。
不然呢？我跟你讲啦，你不要讲了，你也很爱这件呐。没有，这件很薄。唐玲，请带走。你很爱的啦。带走。不要要求在这里呀啦，给你啦，提走啦。对对对对，来请先请坐，来请坐，坐着坐着。所以你那件拿走了，不要看我。那件弄出去就对了。好好好，欢迎五号。哎呦。世界名模，还知道哪一件是谁的了？咖啡色，咖啡色一定是王静怡的。杨安利大方秀战袍，刀罗配音，无情狠批。这件说真的，特色在哪里？为什么是战服呢？杨安利，你以前是名模耶，你现在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这个什么样子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熟女耶。说实在，看起来你们觉得我像熟女吗？像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，欢迎五号。王静怡，你不是说像妈妈桑吗？不是妈妈桑，因为这个他说的。因为呢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咖啡色这件很好看。蓝波说的，对，蓝波。其实咖啡色的这件很好看，好看对不对？对。哪位好老气哦！可是我跟你讲啊，我不要以王静怡的高度来穿的话，哦，那高度看对，因为那个再矮一点呢，那个腿就不见了。对对对。但我相信我们其实焦点不是在讨论第一套了。对。我们是比较好奇的。杨安利，你不要吓死我好不好？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你真的安利姐吓死我了。那第二套是你的哦。Oh my god！ 那个可以赚百万。那个是我二十不是。那是20几年前的衣服啊！这20几年前，这件可以赚很多钱，我不相信。它的魅力在哪里？你说那个咖啡色吗？不是，你也不想承认了吗？哎，到底谁是谁？你是说咖啡色那一套吗？哎，谁是谁的衣服？哎，该不有这么羞耻承认第二套？衣服是你们带来的，结果现在不敢承认呢？羞耻吗？到底是谁的？不是我的，但是我想他会赚。他会赚钱是因为他上面有赚啊，是这样掉光光啊，假赚，那亮片哪会是赚啊？两个都没人敢承认，我该怎么办？好啦，我来帮你顶啦，我的啦。第二件哦，是你的、啊？没有了，看身材就知道啊，我怎么会有那一套衣服嘞？你认快给我站出来！怎么可能？哎，两套也是战服吗？这两套也是，身上这两套，好恐怖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去那个厂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去见厂商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为了要代言那个瘦身的大肠包小肠，瘦身的广告啊，代言为了。就穿了这一套服装，这一套没错，穿了这套服装，因为他们刚好要找熟女，他们要拍前跟后，对不对？这是之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没有啦，这之后他们就看到，这是之前吧？是之后，他们就是因为看到我穿这一套服装，就马上跟我签一年的代言。哦，那。说实在，就是签了这一年的代言。说实在，就公司也倒了嘛。公司还存在，还在吗？还存在。然后他们希望我现在再胖一点，然后再拍减肥前这样子。哦，再胖一点，再拍减肥。你不要再胖了，你已经够胖了。你现在应该就可以跟他谈，就直接可以拍，直接可以拍了。我不懂这一件，说真的，特色在哪里？为什么他是战服呢？对啊，他为什么喜欢这一件？你为什么建厂商会穿这样子？没有觉得杨安利，你以前是名模耶。你现在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这个什么样子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熟女哎。可是我觉得还蛮时尚的。说实在，看起来你们觉得我像熟女吗？像。对，我们罗姐派代表了 ，OK 了。啊，那个杨安利，你今天是吓到我了，我傻掉了，看到你这样子。我这样子。你以前是很 fashion 的人呢。我今天穿像我爸上吗？像。
像欧巴桑，像，哎呦，像偷跑出来玩的欧巴桑，把所有的家当全部带在身上，尤其这个毛毛球吗？没有，我是真的，因为这边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这边有亮片嘛？对不对？这边亮片，你问丁小琴就好，丁小琴来看。小琴，小琴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今天现场最上穿最好看的就是严淑明跟小琴。嗯、哦，谢谢。对啊，他的衣服出在哪里？我觉得对，可能这个球球啦关系，球球跟蕾丝拿掉。就很干净。如果你是厂商，你在什么场合会请他，他穿这件衣服的话？可我觉得你们这样批评那个杨姐，我觉得不公道。嗯，因为你要想他以前的他的 taste 是第二套这样子，他现在改成这样，他已经进步很多了。对，你们要看第二套跟年代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，那个时候他这样穿是很美的。哎，你那件，对不对？那件，我真要不然找衣服给你穿，都不知道穿哪一件呢。穿不下，你说我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他唯一穿得下来就是丁小琴那一套。没有没有，你穿王少伟那一件好了。真的，你只能穿，不一定哦，搞不好那个苏梦楠那一件。苏梦楠也可以，哎，我们给他改造一下，好吧？苏梦楠那套，我觉得那套衣服好难看哦。好看呐！安利，我真的觉得很丑，你身上才难看，你还敢嫌人家那套难看？你糟糕你！梦楠，赶快把你的主题曲拿出来就赢了。你看他胸部那个地方，还有下头那一条，那一条是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个超级，你知道是什么可能？但是现在流行把那个腰线往上拉，而且可是你看他下面那个裙摆那个蕾丝，好像已经过时的。啊，这个嘞，真的，我这个是最新的，你们真的很没眼光哎。好，王静帮我讲讲他了，王静讲，王静讲就好了。不能讲，我讲什么？你讲这套衣服你会不会穿？你劝劝他了。我穿不下，你穿不下，你在侮辱他吗？你穿不下这件衣服，他真的穿不下，我穿不起来了，因为他穿起来就垮下去了，他一穿下去不用穿就直接这样到地下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要不然叫孟楠穿他的，他穿孟楠的。哦，你说身上换着吗？不是不是。人家不要穿那件睡衣啊，他那件也是睡衣啊，那个睡衣嘛，决定啊，穿这样一场有10万呢。你看这个蕾丝是不是已经过时了？不要再批评人，对啊，不要再批评人家。你看我这一套衣服多好看啊，要恐怖哦，在菜市场买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世代有差距，还是有差距，对，代沟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跟你讲啊，这套衣服让我赚了上百万呢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先问一下哈，来先问一下，所有的女星愿意穿那个第二套的话，请举手。丁小琴愿意穿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在座我真的，他们真的是我的前辈，所以大家都不穿，就只有我可以穿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小琴身材这样穿，因为这一套是最不露的，丁小琴很贼，她不想露奶。对，好，那决定给苏梦楠穿。苏梦楠跟那个谁对调，好，请带走，拜。又够吵了 ，See you， 再见。哎，可是我们还没有问他那一套衣服为什么可以帮他赚百万呢？他，你还想听哦？我当然很好奇啊，那种衣服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们不要看那一套衣服，我那套粉红色跟黑色那一套，你先发誓那一套衣服真的有帮你赚上百万？那当然哦，哇，因为我之前代言瘦身嘛。还有平面广告，在一年代言一年我就赚百万，而且你知道那套衣服是在菜市场买的，花了我500块钱呢。看得出来啊，500块嫌贵。看得出来，嫌贵。可是你要知道，500块换100万，那你值得了。那你这套又在哪里买的？这套是南门市场啊，不是二手店。二手衣服店买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就是那个拿500块钱去跟人家拍广告这样子？可是你要知道啊，人厂商情何以堪？我们是代言瘦身，他们最主要是看我们的身材，不是看我们的衣服，因为我们的人就是名牌了，那就穿不需要衣服来装饰。哎姐，那你就穿王少伟这件就好了，这一套。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画好不好？我跟你画好不好？只有外面那件哦，外面那件。说实话，你有没有后悔问他这一段？有，赶快去了，好了，不要再走回来了。再给哦，再给哦，再给哦，剩下的，哎，这套应该可以赚很多钱。嗯，对，是这个 look， 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种 look。赚多少钱？大概续约了4年，一个保养品续约了4年。嗯，然后就穿这样去，就是他其实是在餐厅碰到。碰到后来，他就跟我们公司联络，
就看到你穿这样，对，他说他今天看到我穿这样的感觉很有趣，这是唱芝加哥舞台剧，好看，对，好看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带我出去玩吧，要。但是我不懂，你怎么会在餐厅穿这样的造型？那是夜店。